请往前，请往前，请往前。今天的游行，无人家己请嘞，我一下就甲跳来啊，你知无？主持人问讲，啊，我是要安怎来？我讲我非常的生气，一脚就甲跳到路边起来啦。您可以大哭一场，你们可以大哭，因为国家，因为社会让你们失望了，真的让你们失望了。我觉得这个社会欠恁太过头多，每一个人拢总有纳税，但是无法度给恁基本的人权，这是算什么？恁。我常常讲，恁是天地创造来的，是天地创造出来的人，也是妈妈怀孕十个月生的，是中华民国的国民。为什么别人没错，基本的人权呢？和恁当年压着彩虹旗，比罗林安尼。摇一个，摇一个，压一个，压一个，算什么嘛？上基本的诉求，恁就是要想有一个幸福婚姻。结果呢，让我感觉真好笑的，就是幸福婚姻，这道理无好恁，是安怎要来闹？为什么把圣经的代志？拢甲恁挂伫恁的心上，甲无好听的有诶无诶，拢挂伫恁的心上咯。国家欠恁伤济，恁个个拢有在纳税，大家拢有在纳税，好恁的是虾米？好恁的是虾米？是好恁大概偷偷在流目屎。正面在流目屎，予恁有一个平等的人权，拢总无。我看到报纸，看到这个代志的时阵，我非常的艰苦。为什么恁最基本的人权拢总无？咱的社会对不起恁，无够力，是安怎无够力呢？这个代志，同志婚姻合法化应该是会过，但是恁予政治当作垫脚石，甲恁压倒，为反对而反对，出来的竟然是幸福婚姻。基督教的是毋是拢宣传有爱，人人平等？对恁有平等吗？恁有纳税无？爱勇敢，再接再厉，去争取。但是我强强要甲你反。同志婚姻合法化，如果哪有遐简单过哩？攻击同志就没有历史可以写了。今天的挫折，今天的失望，是以后同志的历史啦、啊。所以，无论你们想什么打击，想什么了，大家。爱搁较团结嘞，但是我要呼吁所有同志的爸仔母啊，应该为着咱的囝来，予这个基本人权。同志是同志，因甲恁讲，袂输敢若讲恁是一个。会传染的病，
因在惊什么？同志不能后天培养的，是天地创造出来的。爱一届比一届较勇敢，该哭的拢哭过啊啦吼。不要紧，把恁当作一阵，把恁比划，讲恁是一阵的蟑螂，而且是高知识、高权的人在讲的话，这敢是人在讲的话？不是吼，我嘛是真有感觉啊，所以才会跳出来啊。烦恼恁后家的财产，唔知要分给啥人？阮今仔所爱的是婚姻合法化，同志婚姻合法化，无一定讲大家拢会结婚。我要借问。幸福婚姻，幸福婚姻的人是一男一女，难道每一个都幸福的吗？他们该关心的啊，吼，不在于你们同志婚姻合法化，而是在于为什么人人当你离婚的这么多？你们应该去关心的是家，不是你家弱势的人。你们更需要加油，孩子们，加油！加油！全体加油起来！耶，这么加油！该讲的也拢总讲啊，讲恁一家要开一个洗碗，甲恁用啥？甲恁撒盐水哦！我有感觉好笑咧。你甲讲唔免用盐水啦，后家要用盐米来就好啦。所以恁今仔日会足平安，大家拢足平安，因为甲恁用盐水甲恁气血，气血啦。你们蛮可爱啊，好，加油哈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好，谢谢，终于接到你了。我们能够让所有的人能够静下心来想，其实我们教育的本质一开始就是源自于爱。是，那既然源自于爱，每一个人都要有同样的机会跟资格去享受去体验这样子的爱。其实在场所有的朋友啊，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，其实是很渴望，如果我们大概越小越好，然后在我们坐在课堂上听着老师说话的时候，多么渴望有一个老师可以跟我们讲说，当同志本身是没有错的，性别有很多种，可以有跨性别的存在，也许我们的处境就不会那么的困难。我们声援教会里面同志基督徒的平等权利，我们支持修改民法以落实婚姻平权。今年高雄同志游行的主题是劳师众动，诉求教育以及劳动场域里面的性别平等与性别主流化 的推动，我们对此表达全力的支持。在11月17日，由南部300位牧师发动北上包围立法院的行动当中，我们因着同属基督教的议员感到相当的遗憾，因为在这些牧师与教会长辈身上，我们看不见基督包容的爱，只有令人不解的仇恨以及歧视的语言。
长老教会应该要落实我们的信仰告白，与受压迫的人同在，召开教会里面的理性的讨论以及聆听。我们看见 LGBTQ 群体的存在，我们更要支持婚姻平权的法案，让每个人都因为爱不分异同。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要改变，不用说，你现在是同性恋的话，你要编假装自己是异性恋。对啊，你不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了解有的人没办法马上去站出来说我是现身，没办法马上现身。对，但是慢慢来，一步一步慢慢来的，勇敢就是一种勇敢。So, how are you going to make a change? 所以你们要怎么让这部分有所改变呢？Because if you want a change to happen in Taiwan, it has to start with you here today. 不是同志跟或者是其他宗教团体的对立，并不是，而是这个国家基本上就不支持人人都享有公平的权益。